马可福音十六章二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。今天的经文发生在出太阳的时候。哇，美丽的日出，荣耀的清晨，石头滚去，坟墓敞开，耶稣复活了。新的一日，新的时代，神人复合，耶稣得胜，死亡的权势破灭，魔鬼失败，地狱震惊，耶稣这位世人的救赎主活着。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欢喜，因为复活日宣告各个他的胜利。神接纳了基督所做的救赎之功，耶稣说过成了而死去，但是父神以他复活了来作为回应。天堂敞开，慈光普照，我们再也不需要在黑暗当中行走了，因为太阳已经出来。我们也不需要因为神的愤怒而焦急，因为神人已经复合。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死亡，因为死亡的权势已经破灭。忧伤烦恼除尽，因为耶稣复活了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。